接下来请收看《生命法语》。世上有四种人，都四种人呢？一种是无关注个人，或者是他人利益的人；一种是只关注他人，而无注重个人利益的人。另外一种是只关注个人，而无注重他人利益的人；又阁有一种是既关注个人，嘛关注他人利益的人。第一种，无关注个人或者他人利益的人，犹如火种茶堆中的一枝茶。中央插了粉，离两边倒了火，既袂当做村民的燃料，又阁袂当冲动树篮中的树木。第二种，只关注他人，而无关注个人利益的人，比前者搁较有本领，搁巧一寡。第三种，只关注个人，而无关注他人利益的人，会更加有本领，更加高超。第四种，会当同时关注个人甲他人利益的人，这是四种类别之首领，是最佳、最高甲最至上的。
就犹如对牛身上处置牛铃，对牛铃中提炼出泥络，对泥络中提炼出酥油。这个对酥油的顶层提取精华，就可以说是四种类别中最好的一类啊。同款的，会当关注个人甲他人利益的人，是四种类别之首，是最佳、最高、最智商的。有十项物件，会当滋养十种人所渴望、喜爱、陶醉，而又搁难以得到的物件，倒十项呢？一、精力甲努力滋养了财富；二、华丽的衣服、精雅的装饰滋养了美貌；三、有规律的生活滋养了健康；四、结交善友滋养了德行。五、压制感官之欲，滋养了性格生活；六、放弃争执，滋养了友谊；七、反复温习，滋养了百合知识。八、多听多问，滋养了智慧；九、学习加检查，滋养了对教会的了解；十、正当的生活，滋养了往生天道的机会。Thank you.
犯戒的后悔，伊当一个犯了五戒的孤人，坐伫个大会堂内底，大街上甲十字路口，听着别人议论伊。伊必定顺输，这人得议论着我，因为我做了这个代志，这是迄个孤人此时此地所感受到第一类苦恼甲善谈。是当孤人看到个王抓到甲处罚贼仔或者犯人的时，伊必定顺输，这个国王正伫个处罚这个犯人，而我嘛做了这个代志。如果被国王知影，也必定会处罚我。这是孤人此时此地所感受到的第二种苦恼甲善谈。三，当孤人坐伫个椅仔顶，或者倒伫个眠床顶，或者困伫个涂骹兜，以往伫个身口以上所犯的错，必定拢打着伊。就一如天黑的时，山峰的阴影必定人打大地同款。这个时，孤人
不近心思，外过去唔捌行善，嘛唔捌积德，面对可怕事物，嘛唔捌找着避难所。外教专为无行善、只行恶的人立足的所在，有时一个孤人悲伤、凄惨哭、对胸站卡、心地不清。这是牛人此时此地所感受到的第三种苦恼和善谈。修持佛法者应该戒酒，以及劝勉他人戒酒，应该知影酒会互人迷醉。牛者因迷醉而作恶业，并且致使他人受福大益，故这个孝敬应该避免。这个牛行只为牛人所爱。并照着四种素质，聪明睿智、德高望重的人，过着踏实、有活力、无过失、无被地价折逼的日子。道是将所尽的亲情心业、口业、意业、甲感恩道报。菩萨阿弥陀佛，最近世界上各个角落，包括我们台湾，各位都看到这么多的天灾人祸，甚至有很多人忧郁症乃至自杀。为什么？这就是我们人类的心贪心嗔心所造的恶业，特别是杀生的恶业。每个人对这个世界都要有责任，
佛教讲缘起法都有关系，所以希望各位最近多吃素，不要吃肉，多念佛，以慈悲心去做各种的修行，多放生，多施食超度，来回向整个世界，这个才是慈悲的责任。阿弥陀佛。慈悲仁爱能成就一切善行德业，戒杀吃素能化解世间刀兵戟疫。中华护生协会慈悲的道路与您一同前行。护持账号42138483，42138483，户名中华护生协会。生命电视基隆法王寺举办礼拜慈悲三昧水忏，佛前大供、点灯、药供、护生暨慈悲施食法会，恭请湛立法师领众。日期12月23号星期六上午8点半，地点基隆法王寺，地址基隆市仁爱区龙安街198-4-17号，联络电话02-2423-9448，02-2423-9448。生命电视屏东菩提道场举办礼拜慈悲三昧水忏、点灯、药供暨护生法会，恭请湛实法师领众。日期12月24号星期日上午9点，地点屏东菩提道场，地址屏东市棒球路59巷18号，联络电话0875160018，0875160018。上午8点半于屏东后车站南二门备有接驳车。
护持功德殊胜行，无边胜福皆回向，普愿沉溺诸众生，速往无量光佛刹，十方三世一切佛，一切菩萨摩诃萨，摩诃般若波罗蜜。接下来请收看说故事时间。来哟，快来听广告，大家对我来哟，做伙来学富咯，精彩故事哦，阿成哥广告。讲出佛教的真理，讲出佛教的故事。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，大家阿弥陀佛。今仔日要来跟各位菩萨，也要来探讨一个主题，就是咱舍利弗尊者啊，伊的慈悲啊，甲伊的智慧。咱拢知影，伫佛教内底，
啊，咱拢足强调，就是爱开智慧。但是伫这个智慧呢，啊，伊是爱建立伫慈悲啊，这个愿心呢，啊，较容易成就。那伫曾经啊，有一个比丘，伊出去外口啊，行化度众呢。那么伫伊要转来到伊个道场个时阵，半路啊去拄到一阵大雨。啊，这个出家师父呢，好啊，伫这个大雨中呢，伊实在无地避雨，所以伊只有伫这个空旷个荒郊野外，一步一步啊来向前行。行行行，行到有一个所在，就是咱一般咱所讲啊，观月府啊。伫这个观月府内底啊，这位 BQ 呢，好，伊看到讲，安尼今仔日啊，咱真啊真有福报，会当拄到这个观月府啊，咱来这卖内底啊，来避一个雨，咱就免阁淋雨。想袂到这个出家师父，安尼伊一步一步来行到这个观月府的时阵。看到迄个修为呢，啊，师傅就甲讲，啊，这位大哥，啊，即马雨遮大吼，啊，我想讲，入来内底小避一下雨，想袂到这个顾问的啊，这个修为呢，伊竟然甲这位出家师傅伊讲，讲袂使袂使，阮家的老爷吼，伊常常伫讲，伊甲出家人无缘，哇，想袂到一个遮简单的要求，竟然气宏古砖，师父伊本身伊搁在一处，用遮慈悲的声音，伊甲这个修维啊先生呢，伊讲，我甲你讲，我袂甲恁打扰，你若是予我觅一个雨，只要雨若是停呢，啊，我就会随离开啊。这个时阵，修维讲，你安尼予我作为难呢，啊，无我转来问阮老爷看卖。那么伫这个家。师父伊就伫门个外口徛踮遐伫等。那即个修仪呢，伊就入去内底去问因个老爷，问了出来，师父讲：安尼我敢袂当入去内底避雨？修仪个先生呢，伊就甲即个出家师父讲：袂使入去，因为阮老爷伊无温准，伊再一次讲：我甲出家人无缘呐。那这个时阵，这个出家师父，伊就甲这个修为，伊讲啊，无我觅到你即马现主持啊，这个顶阿卡，这我觅一个，这个过门口啊，这个修为讲，我看你卖刁难我，你也是离开啦，你卖搁徛在这个所在。当这个出家师父，伊听到这个修为安尼讲，伊讲啊，无我请问你。恁家老爷叫做什么名？迄、那个修为先生，伊就甲这个师父讲，伊讲阮老爷叫做姓什么会，名什么会。师父听了的时阵，双手合掌，对着空中佛陀，伊就踮门下口遐甲伊祝福。祝福了的时阵，这个师父呢，伊就离开着这个观月府，伊就一步一步行转去到因的道场。拢总行三点钟，甲行到位。行到位了的时阵，哎，这个时间呢一直过，一直过。经过三冬，三冬了，这个老爷呢，伊带细姨，带细姨。这个老爷疼细姨是疼命命。有一天细姨，伊就甲老爷讲，伊讲我想要去寺庙拜佛祖呢。啊、那么老爷呢讲好啊好啊，这简单好事啊。那么老爷就马上叫下骹手的发到马车来，发到马车到位的时阵，哎，老爷甲这个少夫人呢，伊就上车，马车就一路一路一直向前开，开到寺庙。去到寺庙的时阵，这个少奶奶心内是欢喜当中，看到佛祖呢，心中起足大足大的欢喜心。那么入去到大雄宝殿的时阵，少夫人伊就伫遐伫拜佛祖。那么这个老爷呢，伊就只行行看看，只看看，遐看看，行到佛祖的案桌的头前，伊看到遐插一支足大支的红色的这个功德牌。
竟然顶冠所写的名，就是伊的名。伊看一个惊一条，伊讲无代无志，啊，我的名开伫这个佛祖的头前，啊，加一支功德牌呢。那么伫这个遮，敢袂是共名？但是伊写的名，佮教我共名。这个老爷呢，当少奶奶呢，伊拜佛祖啊，拜煞了，伊就去问迄个乡丁书。伊就问乡丁书讲：“啊，咱借问一下，恁这个案桌顶悬所写的迄支功德牌子，为什么会教我共名？这是到底是什么因缘呢？”乡丁师傅伊讲：“这嘛我嘛无介清楚呢，我敢会记得讲三冬前有一天，阮主持呢伫透大雨的时阵，伊转来到咱寺内。”规身躯南家安尼澹糊糊，咱的主持师傅伊入来到大雄宝殿，伊就甲乡丁师傅讲：“讲紧的，你紧摕一个这个消灾的功德牌位出来，爱大支的哦。”啊，乡丁师傅当然伊无问啥物，主持师傅就甲交代：“你甲写啥物名，我甲写咧。”为迄天开始，迄支消灾功德牌位伊就采伫。佛陀啊，伊个正中央下底迄台遐，阮主持师傅，逐天做早课、做暗课。过年过节，若是有大法会，每一遍，阮个主持师傅拢将即个功德来回向予即个功德牌位即个施主啊。那么伫即个时阵，老爷就问迄个乡丁师傅讲。为什么恁的师父该要将这个功德要来回向给这个施主？乡丁师父讲，伊讲这个施主，伊曾经捌讲，伊讲伊甲出家人无缘呐。那么伫这个遮甲出家人无缘，我心中唔甘，所以伫这个遮呢，我要将功德，逐天靠着佛祖上经这个遮的功德，回向给这个人，予伊甲佛祖有缘，予伊甲三宝有缘。哇！当这个乡丁师傅甲这个老爷，伊讲到这段的故事，讲到这段的因缘，这个老爷呢，心中都起一个忏悔心。伊讲三冬前，真正就是伫透大雨中，我甲一个要来借所在避雨的出家人甲赶走，因为我有交代下下手人讲，我是甲出家人无缘。想袂到，讲出家师父这么慈悲，伊竟然伫离开了的时阵呢，伊竟然伫佛陀头前呢，甲写一个消灾功德牌位。想袂到这三冬内底，逐天做功德我回向，我拢唔知。出家师父该这么啊慈悲。当这个故事我看到这的时阵，内心非常啊会感动。我伫想，如果同款的这个情节，若发生伫咱的身躯顶端，咱会安怎做？如果有一天，咱若是要去共这所在，要来避一个雨，去互拒绝，然后甲你拒绝的人讲，啊，我著甲你无缘。这么大的雨，你拢连借一个钉仔卡，你都唔肯，咱的心中会安怎想？咱会亲像这位。主持师父这么慈悲，他竟然没想起，他要离开观月府的时候，又对着空中三宝佛陀，这样给他祈福，祈福说，这个人跟师父无缘，跟佛祖无缘，我祈祷来给他祝福，他可以跟三宝结着缘，回来又做功德。所以在这个家的时候，在佛教里面常常在强调咱人爱慈悲啊！我含万不要紧，我知识无够不要紧，但是我人爱慈悲。讲到这个慈悲甲智慧，我阁想到咱佛陀十大弟子迄个智慧第一的尊者，一边舍利弗尊者，伊去找目犍连尊者，伊讲目犍连，前一阵仔你有收到两个徒弟。啊！你教伊修行，那么经过一段时间，那么这两个徒弟呢？伊最近安尼修，有进步无咧？目犍连尊者就甲讲，无呢。
无进步。我讲啊，是安那较会无进步？啊，无你是家己教什么方法来修行呢？目犍连尊者就甲舍利弗讲，伊讲，我着一个我甲教属习观啊，另外一个甲教不净观。属习观、不净观介好啊。那么这个时阵，舍利弗阁问目犍连尊者讲，安尼，因这两个人还未出家进前，因是做什么工课，吃什么头路？目犍连尊者讲，有一个伊是伫拍铁啊，伊逐工伫遐塞红高车，伫遐塞红高车。那么另外第二个呢，伊是伫共洗衫，逐工就伫溪仔边伫共洗衫趁钱。那么这两个人，迄、那个塞红高车的呢，我家教不净观，吼、哦，伫即个遮的时阵要爱。这个塞红高车、拍铁啊，这个人修不净观。那么第二个呢，伫讲洗衫的呢，我教伊属习观，逐工就是要安尼心、眼、口拢爱合一，啊来练修炼这个属习观。当舍利弗尊者听到目犍连伫甲伊介绍讲，哦，伊就是安尼教这两个徒弟啊。舍利弗尊者伊讲目犍连。我跟你讲，哦，你甲倒边看卖，迄、那个拍铁的呢，你家教属习观，修属习观；另外迄个洗衫的呢，你家教不净观。啊，分两个内修，过一段时间来的时阵，啊，我卡来看因两个有进步无？哇，舍利弗尊者伊就离开啊。目犍连尊者伊嘛足欢喜接受着舍利弗。给伊建议，伊就甲迄两个徒弟啊讲，讲你为即马开始哈，你伫拍铁塞红高车的人哈，你就是爱来修迄个属习观，啊，你过去伫讲洗衫的哈，啊，你就爱来修不净观，这是舍利弗尊者交代的哦。好、哦，这两个徒弟啊真听话，两个甲伊原来所修的方法呢对调倒并。那么一段时间了的时阵呢，舍利弗尊者过来找目犍连，伊嘛是伫关心着这两个徒弟啊修了好无？哎，这个时阵呢，目犍连尊者就笑头笑面，伊甲舍利弗尊者讲：，吼、哦，尊者，自从你甲我讲，拍铁爱修属习观，洗衫爱修不净观，你敢知影？无偌久呢？因两个拢开悟呢，哦，真正尊者你实在有够高。哎，这个时阵，舍利弗尊者伊就开始讲话，伊讲吼，咱修学会修行啊，爱对机，爱应法，吼、哦，佛法是安尼教，但是众生的根基因缘无同，拍铁的伊的习性，伊的工课，互伊规工就是伫遐煞风火车。塞去修顿啊，塞去修顿啊！这个时阵，伊的心呢是安住伫一种节奏的规律，所以伫这个家呢，你得回去修数时，好、哦，数开、吐开，即数开、吐开，两好伫遐修数时，即甲伊的习性呢相应。一个伫洗衫的人。伊规工甲足济人客下衫，太高甲下衫呢，伊伫溪仔边经过伊两双手，一直暖。哎，伫这个时阵，伊看到讲太高下衫、垃圾下衫，经过伊的手呢，安尼暖过了，拖拖的，迄衫来清洗甲。所以伫这个这种型的人，伊的习性。就是规工看到垃圾变清净，垃圾变清净，所以伫遮伊若是修不净观，容易相应啊。所以伫这个所在呢，咱就去想着讲，佛陀甲地主伊是应机说法的啊。那么舍利弗尊者，伊当然伊的智慧真正非常高强，同时呢，伊的慈悲心嘛是非常圆满啊。有一天舍利弗尊者，伊伫精舍内底，伫打坐，
啊来底下的啊修订。那么舍利弗尊者呢，伊底下打坐的时阵，伊竟然伫定中哦，看到哎国内有一个婆罗门，伊这个婆罗门呢，伊这个人的福报呢用得要尽啊。当这个福报呐用尽了的时阵，伊也堕到三恶道啊。好，当舍利弗尊者伊出定了的时阵，伊就讲啊，我要去解救，我要去解度。各位，原来这个婆罗门啊，伊伫国内呢，伊是数一数二的好家人。伊的财产实在济济加讲吼，无限济，伊要爱的物件无一项得袂着。所以，伫这个婆罗门，伊这么好家，造成着足济人来欣赏。欣赏讲，我来当像伊这么啊有钱，我就免过较艰苦的日子。我来像伊这么有钱，我想要买啥物，我就有法度得啥物啊。菩萨，照讲这是好事啊，但是呢，舍利弗观察到因缘，就是因为伊想过有钱。三生的障碍道业的修持啊，伊过去说，伊嘛是一个清净三宝、护持三宝，才来得到大福报。但是呢，伊当过去说，哎，伊的生命结束了的时阵呢，伊阁转世出来做人，伊袂记一去啊，袂记一去了的时阵，这个婆罗门呢，伊就足有钱啊，有钱家吼。看人无起，尤其呢，伊常常讲一句话，伊讲布施是无彩钱啦，吼、哦，行善是无意义啦，因为伊都足有钱啊，所以伊的生活内底无艰苦啊，无艰苦的时阵，伊甲佛法不相应。那么伫这个时阵，伊逐天过快乐的日子，但想袂到咱舍利弗尊者，伊伫定中看到伊这个因缘伫要落三恶道啊。哇！尊者甲伊无熟悉哦，但是伊起紧张，伊足紧张。即个婆罗门去哦，落三恶道，那落去了的时阵，那个要啊，即个超脱呢，真正实在求出无期哦。所以舍利弗尊者伊就专程为精舍，行到因家，要甲伊度化。结果度化去到因家的时阵呢，拄啊拄着婆罗门。伊要食饭，住伫遐要食饭，看到舍利弗捧一个钵，住入来到厝内。迄、那个婆罗门看一个呢，心中都烽火多。我住要食饭，啊！你无代无志，你来阮家，要我乞食，要我化缘。本来呢，迄、那个婆罗门呢，要破口大骂，吼、哦，但是。伊一个念头都转过来，卖干咩？我要让伊足无面子，足闹亏。伊安那做呢？伊当作把舍利弗尊者当作空气，拢无插伊，嘛无甲伊招呼。伊就坐淡伊的饭桌啊，就食伊的饭。哦，食饭食饭，食饱、哦。迄、那个婆罗门叫下骹手人，摕一个面汤滴水。这个面汤底水，给伊洗手，给这个婆罗门洗手，洗手洗完，佮落嘴，落落的了，拢倒淡面汤啊内底。迄、那个婆罗门摕到这面汤的垃圾水，行到门下口遐，舍利弗摕一个钵伫遐。迄、那个婆罗门怎摕面汤水，怎啊佮倒咧钵？伊讲：大，我这洗手水、落嘴水吼。我布施予你啦，怎啊甲倒嘞？倒了的时阵，安尼咱世俗话就是讲，正供高五万，搁行倒转啊。各位菩萨，人舍利弗偌有智慧，偌慈悲，伊竟然一点啊生气都无。伊怎啊徛伫门牙口，一直求佛祖来给伊加持，来给伊救度。那么伫遮，伊第二个方法。这个尊者布施这么好的东西，他免得给他发挥很大的布施的功德，让这个人不落三恶道，让这个人生生世世富贵。舍利弗是竟然是起这个心，他不是说起那种，啊，
你用太高水、垃圾水来给我，你明明在糟蹋我嘛。舍利弗尊者，伊无为这个者内心。然后舍利弗尊者，伊碰到这个水了的时阵，足庄严，行转来到精舍。到精舍的时阵，伊就伫遐一直想，这个水我是要安怎应用？迄、那个婆罗门够有福报啊！哦，想到啊，要入去精舍的时阵呢，伊伫外口挖一撮啊土。放在伊个钵内底，甲敲敲做是土哥。那么舍利弗入来到精舍，甲佛陀顶礼了，伊甲佛陀禀报，请佛陀接受着迄个婆罗门的供养，因为迄个婆罗门伊个观念无介健康，伊会当供养遮个水。啊，我着想讲，遮个水若是搅土搅变土哥了。是不是佛陀你可以慈悲，让我把这个土哥铺在佛陀有在出入的路上，佛祖大大的，让这个人的布施的功德可以圆满，让他有功德可以脱离三恶道这种业报。我们佛陀是慈悲的，他看到舍利弗这么慈悲，为一个那种低见不正确的人来要给他修福，修福正福殿，修福报，福德慈悲哦。伊讲好，我接受这位婆罗门的供养。福德马上进入到这个正定，入定了的时阵，福德起身，但拄只舍利弗铺抹伫土脚，这个土泥顶悬，福德用伊的金足，就是伊的金脚，来来回回打过到迄个婆罗门，伊所布施的这个土泥啊。那么伫这个家，当舍利弗要离开这个婆罗门引导的时阵，其实婆罗门伊嘛有惊惊啦，伊对一个修道人这种动作是无尊严、无礼貌，所以伫尾的时阵，婆罗门嘛是有派一个下卡手对后边探看麦。所以这个下骹手来到精舍，看到舍利弗伊是遮慈悲，看到佛陀伊是遮尔啊慈悲来接受着因的老爷这种布施，当场迄个下骹手人目屎端啊为上布端啊流落来，流落来了下骹手人伊就惊转去到厝，伊甲规个过程内底，甲迄个婆罗门讲，伊讲老爷，今仔日。整个过程，舍利弗拢无生气，伊竟然为着你的福报，为着你的业障要献真，伊做即替你做一个大布施，予佛陀呢会当金卡来打过你所布施的土泥。那么伫即个时阵，婆罗门听了嘛足感动，足惭愧的，娶某娶囝，入来精舍顶礼佛陀，同时忏悔。伊甲佛陀忏悔，同时嘛甲舍利弗尊者忏悔。佛陀伫这个时阵接受着因的忏悔，同时甲因传授着三皈依。然后佛陀嘛为婆罗门全家讲足济佛法，婆罗门全家起大欢喜心，有个人就证得初果，有个人就证得离果。各位菩萨，这都是正讲。佛门内底佛菩萨的慈悲啊！小故事大启示，今仔日用三个故事来甲各位分享。好，咱这个慈悲甲智慧，伊要安怎做一个上好的榜样呢？就是咱舍利弗尊者，今仔日甲各位菩萨来分享到这，同时嘛要来甲恁祝福。祝福着讲，咱全家大小，咱的有缘眷属，会当亲像着咱佛陀舍利弗所度啊，这个度化的众生内底，有这个福分啊，来当来皈依三宝，阿弥陀佛。处处是道场。时时听佛法，人人拢圆满，世世种菩提。
各位菩萨，阿弥陀佛，咱先话要办生命电视台呢，因为希望咱家的客厅都道场拍开生命电视台，就听到佛陀的教法。那先话在咱的家的客厅爱有道场呢，因为咱爱好好啊听咱的囡仔，好好啊友好咱的父母，阿公阿婆爱好好啊忍辱，互相亲密，这就是修行。所以拍开生命电视台，希望咱家的人大家拢合调，大家拢互相慈悲，也互相包容，产生一个快乐的世界。咱家的快乐，社会的快乐，世间的快乐，这个世间就无灾难。所以各位，拍开生命电视台，家庭的圆满，世间的平安。阿弥陀佛。好吃好买，一九九六五二三二，一九九六五二三二。好名生命文化基金会。生命点是基隆法源寺举办恭送地藏经、点万灯、供千水、护生、药供暨甘露施食法会，恭请湛德法师领众。日期12月19号星期二上午8点半，地点基隆法源寺，地址基隆市七堵区东兴街65巷48号，联络电话02-2456-2057，02-2456-2057。上午7点半于七堵火车站备有接驳车，欢迎多加利用。生命点是高雄慈悲道场举办八关斋戒、护生、点万灯、供问水、药供暨小蒙山施食法会，恭请湛德法师主法。日期12月23号星期六上午8点半，地点三民区鼎中等六里联合里活动中心，地址高雄市三民区鼎立路125-2号地下一楼，联络电话07-556-9911，07-556-9911。法会备有消灾超荐牌位供大众填写。生命电视与您一同以菩提心观世间情。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般若讲座。